把这四颗螺丝拆开，然后把这个拿出来看一下这个齿轮有没有什么小颗粒，还有这里面的有没有小颗粒，有就把它取出来，然后这条线要理好一点，不要用它腰到这里面来了，然后再打上螺丝，再试一下看行不行。然后就这样放上来试一下行不行，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再把这个拿下来贴点东西在这里，找个硬一点的东西贴在这里，以后放进来把它顶紧一点，往里面塞，顶紧一点它就不会打滑了。然后就这样再试一下，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。